你的心情是，你是顺境还是逆境？可能不讲逆境太严重，你是心情好还是心情歹？像我可能是心情较歹那边，因为等下我阁有学生的联考会，所以感觉压力有一寡大。嘛有可能是这礼拜中间，大家拢为着齐柏林导演咧相亲的时阵，我是为着我的大学的学姐，伊是一位，伊嘛是波士尼，啊，伊是一位就有贴心的老师，啊，就伫就边缘一天去听因听学生音乐会，听了伊就昏倒，就伫八十天中间，上帝就甲伊接去，伊个囡仔佫足细汉的。所以我感觉心情足负担的。伊就是诗歌中间，伊讲顺境而乐，点而乐。它的中文是顺境赞美，逆境感谢。这是有时阵足困难的，要安那伫逆境中间，阁会当感受主，希望伫无数今仔日感恩中间，会当找到答案。那个最后来去。我一瞬间也一路
你是大我家，是命。
Thank you.